说，对不对？虽然呢他是处女座，可是呢他是非常活泼的哦，常常呢都会语出惊人，反应非常的快，也因为这样呢也博得妈妈的欢心哦。来，那我们接下来转过身来面对门口了。接下来请大家再次将目光移向后方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新娘绿糖，还有绿糖的爸爸，请进场。我们是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呢。爸爸牵着绿糖的手来到会场跟大家见面。哇，绿糖的好姐妹们说一定要幸福哦。爸爸妈妈的相处呢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像朋友。刚刚彩排的时候的感觉呢，大家都非常的放松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爸爸要将他的宝贝女儿来交给舒怀，好好的来照顾了。现在一样的，请爸爸的一手接起绿糖的手，一手接起舒怀的手。将你的宝贝女儿、亲爱宝贝来托付给他喽，有没有什么话要来叮咛我们舒怀的？有没有？好好的，他已经爱心了。哦，最重要是要好好照顾他的心爱宝贝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接下来请爸爸来跟舒怀交换位置喽。那一样的，我们新人要透过一举多的方式谢谢爸爸。